现在的同学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看看说，因为我们这边里面是不是有 window，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 visor， 对不对？那我们看完这个，做完一次给你们看，你们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别的。这边的话，如果等一下开成功的同学，对不对？这边是不是有 human IK 精灵放进来？然后呢，这边的东西在哪里？它有一个 animation， 在它的骨头下面有一个 human IK。确定了以后，对不对？你看精灵有精灵的骨头，那有精灵的 rig， 他在跑了，他好像不行了。然后这样子，他是不是就可以做位移？你看，那他蹲下能不能蹲？这个很厉害，这个是 IKFK 转换都已经做好了。所以说，等一下我会找一个模型，去网络上找。看你怎么做，那我会教你怎么做。如果你这边如果有做 motion capture 的，对不对？那个要去学别的软体。这边放回来，我们先不要用。好，不要用。这边我们可以找一个跳舞的小精灵，不是小精灵啊，是跳舞啊。跑一下。好，跑完了，这边再来影格打到300差不多。反正它里面的 motion capture 都很短，它是这样子，歪。那它会分两个骨架，这个是精灵的，这个是 motion capture 这一只。那我要精灵的去读 motion capture， 姿势就完全一样了，没问题。这个你们到时候可以去玩玩看啦。那很抱歉，老师的资料库挂了，要不然我可以丢一些档案给你们回家用，因为我的硬碟挂了，好不好？那我有很多同学还是跟我以前的学生要，这边也可以玩玩看，等一下试试看你们这个有弄好就用这个做，那我会教这套骨架怎么做，好不好？先给你们，那等一下我们再把那个影片看完，先把它灌起来哦。